从十岁开始剃了，剃到现在。我妈妈有观点，二十岁好烫头发。然后可能我工作的需要的话，就发型可能不需要那么的浮夸。娘的年纪轻吧，这地方是属于向往的地方。在市中心的南昌路上，你有没有路过这家理发店？他在这里默默营业了十几年，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，迎接着每一个爱美的人。一年染六次。这是不是无数的退休有个机器能帮我剃头啊？烫了，砰才蓬起来了。你这当起来嘛，全是我女婿女佣。我这么大的同学来了，小小女士，可是来我弄堂口，我不去人家要把我下来种我起来。刚来的时候就比较大的压力吧，因为新的环境，不一样的公司。神经外科医生。神经外科。看脑子。脑子不好，你找他。我们会在这里聆听72个小时，让一切美妙的故事从头开始。Lovely.